中日英，或者西班牙、韩文、越南，还是俄国，还是德国，还是法文，还是马来西亚，还是印度的，还是葡萄牙的，还是意大利的？那大概知道了。维基百科里面有介绍著名，有著名那是哪一国的语文？哎，那泰文呢？TIENG 这个可能是泰文。哎，那越南文呢？泰文跟越南文搞不清楚，但是可以辨认了。还有呢，那个样子可以辨认。